四五岁的话，这工作应该比较合适。现在我年轻嘛，19岁嘛，去学习技术嘛，再想考一个装载机的，挖机的已经考了。通过我们政府努力的这个帮一把，群众自己再加把劲儿，这样子不仅改善了他们的这个生活，同时呢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呢有了一些要求。现在大家的目光里面都充满了对这个未来幸福生活的一个渴望。